这个就发不动了，怎么那么脆弱？不然你把你的 iPhone 掉水看看。来了，台米台风受灾车辆之一，1/300，再给你，还有你管，你帮他管借，借高了。介绍，因为这个车我们收回来麻烦了。对啊，不知道怎么处理。但是我认识，毕竟也坐车十多年了。那真的有比较高价吗？车主打给我说，我们现在已经估到这个价，你能不能再加？好，加。其实有时候是有一些小小资源。他可以拿到比较好的价格，他也开心。新台币的力量，新台币的力量，少亏一点，少亏一点呐、啊。对啊，不然现在你这2021年左右的马三 ，BOSS 影响最顶级的，这台好像还是特仕版，有多一个什么配备，反正有一个特仕版本。他现在市价多少钱？市价我们现在收应该50几万，那亏了应该不少哦。他这台车怎么淹的？来看一下，精彩啦！这台车嘞，为什么要开成这样啊？车主跟我联络，事情是这样。一开始他的车说淹到地毯部分，但当下没有那照片。然后他去做发动的动作，他有发、啊，但是发没反应，那是代表没有伤到。你如果有发，是不是从进气排气那边会去？那可能就严重。但基本上这个收购肯定有专业的人，有一些同业，他们专门在玩这个车。其实这个车还是有一定的行情，那照那个行情比例去收，就算。他不能修复，也是有他们的办法可以去处理这台车。这种办法比较灰一点，价格问题。对啊，你要嘛他就是修复，然后跟人家告知说这台是泡水车，他再便宜卖给他。那有些人可能要贷款什么的，那又是一个处理的方式，对不对？然后刷烟要地毯，然后他车拖回原厂，我想跟他讲说，你要先花3000块，我帮你把这中控拆起来，我才知道这个车要给你报价多少钱。他后来原厂报需要20万左右，还不一定，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，单子也没出来。后来他就想说，那不如我就直接卖一卖就好了。不然我现在卖个，假设卖个10几万，我要修20，还是一个未知数30几。他正常车卖50几万，也才差20左右，那我直接卖就好了，我还要去修去担这个风险。然后他就想办法看，有没有比较好价，他就问到我，刚好我问同业有人要处理啊，就是这样。今天只是带大家看有这个情况。哇，拆成这样哎！直接拆起来了。他们主要是看底下，我看他拆到什么程度。第一个是他中控台已经拆起来，先跟他收了3000嘛，然后后来跟他报价，他椅子也拆掉了，中控台。有鬼味吗？有点臭酷的味道。可有可能跟门盖里面啊？也有可能。我昨天摸椅子是有点驾驶有点湿湿的，这张驾驶有点微微的，但也不确定。翻它里面来看，到都要从里面看。这个水不会太黄，这里摸着也是湿的，干干吗？对吧？很明显是的，不会太黄，这个水还算干净的水。清体清体，我们上次有讲那个 TT 这线路就是这样整捆整捆包起来，看起来很干净啊。所以这是不是如果真的修复好，看不出来，看得出来吧？看不出来。对啊，也没沙磨头，没有黄哈，这也看得出来。可我好奇的是，泡到地毯就会发不动了。我想说拆中控台一定有它的道理在。然后你看中控台的这里有一颗。这是电脑的东西，对不对？主要是看这里有没有伤到，这样几条对吧？这样单纯看，其实根本看不出来有泡水的痕迹，而且因为它没有黄土啊，所以不明显。这样子就发不动了，怎么那么脆弱？不然你把你的 iPhone 掉水看看，看可以撑多久？它是泡了很久，是吧？详细时间就没问到了，应该不是300台之一哦。那边土是黄色，那应该是。另外300台之一，应该是路边的，所以他们应该是有把这个拆起来，然后做一个电脑的测试。他测试如果有问题，他再跟他报那个20万的价钱。但然后他觉得修不好算了，看前面。地毯啊，等一下，看得出来，这里对吼，先站一下。你看这有一颗，这本来的位置是在哪里？是不是在椅子底下？看到了，这里有个插头，本来就是在这个位置吧？看一下它后面，你摸那个隆起的地方有没有湿？干的、最干的，这里湿的。所以我们大可研判。连到这，一颗是什么？问大家，来，我刻意考考你们，知道的把摆在评论区。有小奖品，一个闻，这边还有一个冷气滤网。看车主不抽烟的哈，行可以行可以，再拿来舔都可以，可以吗？但这边怎么会有沙？这不要说是沙，你如果放在室内久，它就会发霉，闷闷的，有点湿气，它就会发霉。那你觉得这里面算臭吗？有点霉味了。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，你说，我们把东西放回去之后，把一台除湿机盖里面，所以2天盖黑就可以卖了。先不要吧，你这想法太大胆了。我们做事还是要原则。可以，未来如果车子泡到水，你也可以
帮忙处理，就去帮忙问看比较好接啊。有时候就像朋友帮忙这样的概念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你打电话给我，你遇到这个状况了啊，你假设比如说你问50万，那我这边有什么好接？如果有，也算是帮你的忙嘛。所以你可以帮大家处理各种小事情，各种疑难杂症都可以研究研究，哎，有没有赚钱无所谓，主要帮到你的忙。就说老婆快生了，那先不用，你帮不了吗？马上就知道你要干嘛，车相关的 OK。我刚刚靠个椅子，我的裤子就11块了。你好失敬哦，要失敬同个变法，你比较长哦，好长哦，你这样它有45公分哎，我到这个位置45公分嘿，搞，一把尿失禁，中看不中用，所以他真的有泡到椅子哦，极有可能。可如果看这个外观呢、啊，就是如果这样修好了，我30万可能会买。那你算是有行情的人。我只能说祝福他往后可以换更好的车，因为这是台风让他损失这么多。但我们就能帮一点是一点嘛。我有空的话，我可以帮你们打打电话，处理这些疑难杂症，都交给你。有正常的人，你也要跟我讲啊。这个只是附加价，附加价值，帮忙处理，这边乡民。对啊 ，OK， 结束，拜拜。关注李老板，他袂骗人。